武汉的法餐店里目前只有这一家有让我想要再来的冲动。你以为是因为爱吗？不，只是因为他充了钱。我们是当天订的，然后他就只有两个套餐的选择，然后这个是我们今天的菜单。这些是要提前订的菜单，有很多有意思的菜，湖北菜跟法式的结合了。氛围感满满。那我最在意的是他们的黄油用的好不好，黄油奶香感真的非常足。考虑周全就是充电宝都考虑的这么周全，好可爱啊。他真的充电宝都选用这么可爱的吗？两里脊味道绝对是中西结合，法式的奶油感非常中式的肉炒瓜。它这个真的是果然很特别，不太牛骨质。他们健身房的背景音乐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音乐，叫 Tears in Heaven， 天堂的眼泪。我最喜欢是那个迪克兰唱的，他唱的那个版本真的是太好听了，真的就是天使的声音。但他长大之后就变神了，他小时候真的哇，声音太美好了。哇，它里面还有柑橘哦，柚子。吃到最后尾调，它还有一点点的那种辛辣感。这道菜层次真的很丰富，虽然内馅就是有一点点不太是我的菜，但是就是整体感觉来说真的很不错，口感非常丰富。刚刚辛辣的口感之后，然后来一个这种南瓜清汤，这个顺序设计的可以。是花朵底下那个黑色的，是一个调配而成的一个鱼冻啊。谢谢，这道很有创意。这道菜跟我的衣服今天很搭，有没有？有一点红，对，一点都没有。水果小酸奶，完美解腻。什么味儿？这一把跟这一把是一个爱马仕的设计款，它是这个品牌跟一个就是爱马仕的设计师就是合作，就是设计的一个。这一把是吗？啊，这一把跟这一把。啊，这一把。啊，这一把。有签名。这里有个小蜜蜂，它这把挺精致的。你们以为我会选爱马仕是不是 ？No， 我选了它，有没有？这是我最期待的一道毕加索牛排。完美的三重。还行。浪漫的法餐，然后是跟我妹来吃的，然后他们还放了一朵郁金香。郁金香的话语是什么来着？浪漫的表白和永恒的祝福。永恒的祝福，后半段可以。期待了已久的24小时游乐园，让我看看到底是怎么样个24小时。吃完了之后是不是嗨到第二天早上？可能里面会有什么咖啡因之类的东西吧。然后最后就是法餐一定会有的什么小伴手礼，他们给的是马德琳，不错哦，还有马卡龙吗？小小的马卡龙。吃完饭还可以接着去楼上坐着聊一会儿天。哦，对了，如果你们法餐没有吃饱，不用担心，为什么呢？因为这家店一出来楼下就是各种各样的路边摊大排档，真的是太幸福了，又是完美的一餐。拜拜。